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做你什么了？讲话呗，讲话了，能不能讲话了？你现在讲话，你今天扮演负面了，做鬼脸吗？负面，做鬼脸吗？今天突击球员到此结束，想看更多有趣画面，请看每周三晚上10:30，绝杀24，回来体育台。